这边三笔，这边浓一点，为什么要浓呢？因为它点花心就在这个位置，你浓的地方就是要点花心。我灯不好画。这个是太小机，但没关系，就这样。可是下面是淡一点，上面浓一点。深浓。对，下面淡。老师，你去大家嘛拢徛咧位哦。哎，我喜欢站咧，坐咧袂安位。好像站的话咧比较。坐咧袂安位。角度自在一点。比较随心应手。坐咧。坐咧较拘束。坐咧人来安那呢，个子很高大，手很长的。咱这个矮矮小，都是要站。看到比较整体。我说这宽度有没有那个？就差不多这样。这样。老师，这三点就是这三点。对。起笔。对。这样，这三点上面浓，这样，三。就这样，底下淡，下面是后来才加的，知道就，基础都要搞清楚，这个一定有基础的，我是以前画过，其实不会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正学，我是先从牡丹开始学，因为我家里老，我想讲我家老阿家学袂到。我要画我喜欢的，按牡丹画好了以后，老师说你牡丹不能画，好，他再画蝴蝶，再画蜜蜂，以后拿那些太单调，再画石头，再那个张克奇画的时候，让我画牡丹，都是四君子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那么从四君子开始画，梅兰竹菊开始。你讲熊老师哦，熊医生是吧？是啊，走啦。走了哈，几岁？60多。60多，比大哥还久。他就是华汉退休以后嘛，去大陆嘛，去换肾嘛。哦。就换肾感染。那没办法。对。肾是最麻烦。可惜。起码那个林杰没结。那个华汉那个，以前然后。林杰良啊，林杰良也是。肾啊。他以前还没。嘿。那毒科医生很厉害，毒物专家。哎，这几天啊，这几天啊，讲。我恁哥是搞高香的，像我不是啦，阮先生才是。我台北师傅。伊得拢一直都在洗肾。林杰良还是林杰良？林杰良。你倒位啊？恁故乡？哦，故乡台南。哦，台南的。嗯。你跟王老师比。
谢谢。那个龙女那个比较好，你看到龙章好不好？哪？在那个东方书画院那个龙女呀，就是那个某家给你的呀，画某章的。他那个为什么不好？你晓得吗？有时候他没有，他没有去看生态，山上的。没有去看生态，几率会。你哎，给他几率会，而且修啊修啊，那啊啊那种。你真正的生态哈，也许半片叶子、三片叶子、六片叶子、九片叶子，就这样真的。